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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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我没有发现水位变高了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科学小实验的游戏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会喝水的杯子。对了，我们准备了一杯水，还有一些食用色素，一个托盘，一根玻璃棒，这是玻璃棒，还有一个高脚杯。儿子，爸爸来说，然后你来操作，可以吗？好，第一步，把这些色素摆整齐，摆成一排。把这个放在最后，绿色的放在它前面。好，然后把这一排挪到托盘的外面去。OK， 第一步已经完成，虽然好像啥也没做。第二步，把这一杯清水倒一部分在托盘里面。好嘞，倒在这个里面吗？对，我说停就停，好不好？继续，继续，好，完全倒完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OK， 接下来是第三步，选择小星星最喜欢的颜色的色素，然后把它打开。这个红色打开K。然后第三滴色素在清水里面，一、二、三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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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把盖子盖上。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实验色素。是食用色素。好嘞。接下来用玻璃棒把水搅拌均匀。好。好不好玩？搅拌。OK， 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已经很均匀了呀。红色呀。是红色呀。看不出来。这还看不出来是红色吗？这么明显。我们比一比，哪个是最红的？我觉得这个是最红的。因为这里面有水，它滴上几滴以后，它只会变成水红色。这个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。下一步，在清水中央放一个蜡烛。好，把这个放在水中央。哎，很好，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。哦，这个我来，这个我来。我怕。你也放心好了，这个很小的火焰。好小，比消防员弄的火还小一些。消防员什么时候弄火了？消防员是灭火的。那个警察叔叔还玩火，他就把火就变成一束花了。哦，那有可能是魔术表演。好，接下来干嘛？不知道。把这个高脚杯倒过来，用它盖住这个蜡烛。你来。好了。好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哎呀，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蜡烛竟然熄掉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等一下，你看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杯子有没有喝水？有。是不是很明显？是的。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，你先把杯子放到一边，待会儿我再给你解释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把里面的水甩干。这一次我们来个高级的。这是浅蓝色。啊，那你就滴两滴蓝色吧。同时呢，我把这个蜡烛点燃。OK， 儿子，快滴两滴，一滴哦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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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足够了，足够了，搅拌均匀。搅拌，变成蓝色了，是吧？很明显。对呀、啊，就像蓝莓一样。哈，那就是蓝莓的颜色。可以了，现在我们把蜡烛放到蓝莓，呸！放到蓝莓。我们现在把蜡烛放到水池中央。我来吧。你不怕的话，你就来。有点怕。那就稳一点，对，放到中央。 OK， 很好，非常完美。有没有烫到？没有。好，现在把这个杯子像刚刚一样非常缓慢地罩住这个蜡烛。对，奇迹的事情发生了。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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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我没有发现水位变高了。对，是不是很神奇？但是为什么蜡烛会熄灭呢？因为它没有遇到其他的火，所以它就熄灭了。因为它已经消耗掉了原来杯子里面的氧气，同时氧气燃烧完了以后呢，它里面的压强会变小，所以下面的水才会被大气压强压到杯子里面去。好像我说的有点深奥，你可能听不懂吧。哟，但是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不要再玩一次？有。这是小星星，哎，这个色素已经低了很多了，不能再低了。儿子，我们再玩最后一次就收工。好嘞。好。看，变黄了。对啊，现在变成像稀泥巴一样的颜色了。对，稀泥巴。我把蜡烛点燃。它真烫到手了。来吧，现在你缓慢地把这个杯子放到中间。奇迹发生了。稀泥巴进去了。看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看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水位还在上升。还在上升。还在上升。好奇怪呀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
因为里面的氧气被燃烧掉了，所以大气压强会把外面的水通过杯子的底部压到杯子里面，这叫大气压强。好，今天的实验就到这里吧。喜欢我们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说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